机的。你们除了每天做稽查之外，你们就要正式请他的停职。他领导不会走，就人民自律救济。为什么一定要等他们陈述意见？你明明知道他们已经违法了。他们一些团员的一个承诺是这样，我们一直加强监督嘛。那你们加强监督不法有什么用？既非法又不非法，然后只监督不裁罚，给你陈述意见的权利，不是代表你可以犯法违法的权利。反查审查对这样子企图经营，他要展延到800多天，不能够轻率通过，必须严加审查。现在消防车已经到了，我们现在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行动。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门封起来。那我们从今天开始，这个门不让他们消防车有任何的进出。违法现行犯，在何人身头逮捕？违法现行犯。我这是你吗？违法现行犯，违反法庭结论。改变了吗？业务结束。现场有二人负责人。绝不管我们主教违法。现场有没有负责人？昨天郝市长是承诺了说，由张副市长来负责主持，然后延续我们民间版的道路变更方案。那在道路变更方案延续结束之前，他们不会移植任何的树木。但是，事后市政那个远雄跟市政府的那个体育局，他们又有不同的说法。他们说忠孝东路没有路行变更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忠孝东路的树一样会择期的移植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呼吁郝市长，请郝市长硬起来，不要再让你下面的人随便乱搞了。忠孝东路他们有违反环评的问题，他们的道路设计违反了环评审查结论。在这一些问题尚未厘清之前，任何一棵树都不应该被移植。我们也要呼吁郝龙斌市长，我们现在民间团体提出来的诉求，不是只为了这几棵忠孝东路、光复南路的树，我们提出来的诉求是针对全台北市面对树木保护议题的一个观念。如果你们每一次开路，你们每一次做大型开发，都要把这些树挖走，那我们到底大家要忙到什么时候？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政府对待这些树木的一个态度，是不是请郝市长可以勇敢的承诺，未来台北市在做这些大型开发以及在这些道路开辟的时候，可以优先考量树木原地保留的这件事情，要求开发单位应该提出正式的树木保留的方案。除了它运输车辆经过我们的计算是超过环评的车次之外，他们其实在今年的3月15号之后，就是16号以后，就完全不能有任何一台砂石车进出这个工地。对，他们现在所有的进出都是违反环评的这个结论，还有他们在环评说明书里面所登载的内容。那依照环评法第17条，开发单位应该依照环评的审查结论以及环评说明书、评估书登载内容据以执行。那他们现在目前已经确定是违反环评，那环保局自己本身也开罚了。那我们觉得你只开罚却不管制它，其实根本就是没有用的。你们应该要要求他勒令停工，而且像刚汉江补充的，应该要调查他们，追溯他们这一年来所有违法运输废弃组的相关的责任。那在这一些事情还没有厘清之前，你怎么会放着让这里每天进出这么多车？他一天至少都100多台的砂石车开出去了，市政府等于就是图利远雄嘛。你们让他们在违法的情况之下去做这些砂石的这些运输，根本就是图利远雄的一个行为。所以我们今天人民用我们公民的力量来阻却不法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出来。我把这个跟文书的往来让大家能够详细知道，我们在5月21号，也就是5月19号，我们互助施工努力清点之后，下了一张便签给环保局说，你把清运处记录调出来给我，然后看看呢是不是有符合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结果，各位看看，你们都可以亲眼目睹，他们就是把机库里面的土方一车一车的运出，我们在这里短短10分钟就已经看到2个车次哈。环保局的答复是，5月1号派员至远雄大巨蛋监督，发现远雄巨蛋违反本案环境影响说明书所在弃土其程执行，违反环境影响评估法第17条的规定，
他们正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法相关规定程序采取，这是5月11号。也就是说，环保局在我们通报之后，他们也证实了，他们也在5月1号来这里发现，他们是违反环境影响评估法的。但是违反的内容为何呢？你们在3月25号，你们来现场稽查，发现他们没有出土，所以那一天的稽核通过。可是你们到5月1号来现场，发现他们在载运砂石，跟所有的超过的车次什么都没关系，就是5月1号你们来了，发现他们在载运砂石，你们就开了这些稽核的单子，你们也做了稽核的报告，你们在5月1号就知道，他们从3月16号以后，任何一台车都不可以进出，为什么你们不作为？今天都已经5月底了，请你回答我们这个问题。你们现在是公务人员怠惰，故意不作为嘛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跟尤先生说明一下，都不是我们那个，因为我一直跟他讲，说为什么给他陈述，就是因为他认为说他的攻击。你今天人家乱丢垃圾、乱丢烟蒂，你有给人家陈述的机会，你为什么要乱丢烟蒂吗？你为什么要乱丢垃圾吗？你罚单是直接开的，你今天扮演的是这里面对财团可以这样子，依环境影响评估法在监督施工单位，你扮演的角度不是台北市政府跟远雄契约的甲乙方，让你们有协商的时间，他违规事实明确超过了3月16号，所以你就可以开，你不用等他陈述再开，而且你5月1号就知道他已经超过期限，所以5月1号到现在，照道理讲，改善期限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时间三个礼拜过去了，该协商认定工期是契约甲乙双方，不是你，不是环保局，不是吗？环保局是你跟他签了契约吗？所以我们是依照程序，让他有个陈述。他可以陈述啊，但是你要执法啊。现在是违反环评法，现在是违反环评法。陈述出签，持续出土。如果到时候你们认定是违法的，那么这20天的违法，是你纵容他的违法吗？出土的行为就是当时他在环评的时候就有说这个可以出土，只是就是说他现在出土的数量跟当时出的不一样。那我刚刚跟你讲了，你还是没有听进去，他现在是违法的行为啊，不是吗？只能到3月16号，你要让人民在这边以肉身抵车，用任何方式去抵车吗？发生事情你要负责吗？所以你认为他们现在是合法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你又不是合法，又没有合法，你没有犯罪，你也没有说他是合法。请问你怎么样？所以我在环保局上班是上什么？你在环保局，我说实在，官员大概都全部的，所以你要扮演什么角色？就干起钱了。我是社会最低层的了，你们在乱什么？针对你们，有话直说，讲清楚。我们到那边了，走，你们快拜托呗。不是针对你们，你起码都是未使再刷掉啊车啦。我都卖砸你了，砸掉啊车都不要。在鬼啊，真的鬼啊，真的鬼啊。那我们就想问一下，环保局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我们一直都不是要针对的是财团哦，我们一直要问的是，为什么这个政府让我们人民跟工人弱弱相残？为什么这个政府一直不断让人民跟工人弱弱相残？而且财团有时候也是派他们的员工